何必刷咧？你的番仔糕排水提花，讲这个人行道景色真水，但认得哦，请你为何说造成里长真大的负担哦？在顶边里长热心斗三工，将申请到的社会劳动要认得哦，支援刷咧你的环境清洁工作。那位里长哦，做回来迎着家园，展现为民服务的用心甲热心。何必山地里的番仔糕排水烟花，每天早晚都有很多民众来休闲运动。不过环境清洁的维护造成里长很大的人力负担，里长除了自己动员志工摒扫以外，现在又加了顶边里长申请到的社会劳动业支援，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真感谢咱顶边里长啦，啊，都里边劳动的有较侪，有申请较侪，啊来配合这边。啊，我真感谢伊，啊，即算草啊太侪，啊，即拢有人运动，啊，步道，哦，啊，前里里的人较有人要行，啊，感谢咱电片里长，啊，甲工作配合，感谢。电片里长真热心，社会劳动局的领导拢支援其他别里，伊嘛亲身到现场监督进度。伊认为，领导互相调配资源，才会当将政府的美意发挥到上大的效益。真欢喜讲吼，咱迄个三个里长咧，啊，田里长咧，照心爱要甲咱这个环境啊整理又好，啊，因为原本咧无申请这个社会劳动，啊，所以讲咱公所啊支援，啊，阮。只要你办公室申请，我嘛尽量要来把这环境用好，安尼。人力的社会运用对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本来这个社会资源爱共同分享嘛，唔是干呐，阮请的，啊，阮伫你来服务，阮咪当吼，甲有需要的你啊来甲支援做支援，吼，这个环境会当搁较好安尼。番仔糕烟花人行道整理以后，变了搁较清洁美丽。后续顶边里长嘛会继续协助将路边的杂草清除清气，里长互相支援的服务热情嘛得到里面真大的肯定。大专新闻台门清河美彩虹报道。